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盛淳。这次中文版的 Vision Headline 还是由我来担任播报员，请大家一起跟我看到最后喽。首先，我们要来看到的影片是。说到秋天呢，就是学园季的季节。十一月一日，在东京的明治大学白金校区里 ，Euphoria 中之声乐团举行了 Live 的演唱。在日本最大型的设计活动中 ACN2 举办了现场 Live 的演唱活动。 ACN2 参加了在明治神宫外院所举行的东京 Designer Week 的音乐活动，演唱了 Country Road 和 Toku 等等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。才刚发行新专辑 Beautiful Light 的 Wins 在 All Night Nippon 举行了现场录音活动。Wins 在被抽选到100位歌迷面前举行了公开录音，内容提到了以自己歌为主题曲的广播剧和新专辑 Beautiful Light 的清唱等等，让歌迷们为之疯狂。接下来来看看 Otakuru 的现场 Live 演唱画面。 Otakuru 参加了在位于大田区莆田的专门学校的学员祭，在 Live 演唱中第一次表演了向年轻人的宣言 Baga de Aruliyu， 将现场气氛炒到最高点。Koyama Hikaru 和 Lido 担任了选拔会的嘉宾。在小朋友之中有着超人气的品牌 Narumiya International 在东日本举行的模特儿的选拔会，Lido 和 Koyama Hikaru 担任了此次的评审员。现役女大学生歌手 Tanimura Nana 即将在11月14号发行她的新专辑 Say Goodbye， 还有在涩谷举行的活动影片，一起来看看。人气歌手 Tanimura Nana 在新专辑 Say Goodbye 发行的前一天，参加了以女大学生为对象的流行杂志 Teara Garu 的创刊三周年 party。 今年的圣诞节特别合集即将发行，Vision Factory 所属的艺人们所共同发行的 Christmas 特别专辑 Christmas Harmony 收录了20首在圣诞节的时候各种场面的歌曲，今年的平安夜一定要记得听哦。好，这次的 Vision Headline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请更期待下一次的播放哦。我是盛淳，拜拜。